好，郭先生，大家满意吗？满意。啊，吃很饱了。吃很饱了啊！现在在哪里？刚刚在西龙。西龙。西龙夜市。西龙夜市吃海鲜啊！大庙口的。大庙口啊！好，走。有啊。好。满意吗？满意。然后再要两个。好。啊，哎，这么快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我去查一下。对，是吧？对，你们靠自己弄去。不知道会不会有戒断症状？啊？草莓，那个什么？乌梅。乌梅的。超大的。那你那个是什么？绿豆沙。搞到这样，很快，很简单。绿豆沙。五百。什么口味的？乌梅。乌梅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冰？乌梅，乌梅。这是泡泡冰啊？非常的泡泡冰，怎么讲？你买去啊？哦，给再加个月。你泡泡冰你买去啊？有酸，啊，有酸了，有酸哦，好不好吃？好吃的，有酸弄好好吃的。哎，那个是绿豆。酸梅比较好吃，绿豆也不错。你这样50块不错。啊，那个50块啊。大杯啊，那杯。啊，对啊，50块。一杯50块就很好喝，不然你要怎样？哎，不苦，嗯啊，好。要不然这样吃上瘾了，你看，赶快。哦，你有看到他在拌啊？泡泡冰啊！
可以。有两斤呢，行不行啊？不用了。啊？多久？啊，你想休更啊？哎，加久。你叫我嘛？对不起。鱼啊，嗯，鱼啊。鱼啊。鱼啊。跟皮，跟皮青叶那块的，也没。啊。我不能种甜的，差不多了。我不能种甜的。嗯。那种。我稍微有点感觉。喜欢养胎椒。嗯。满意吗？满意哦，那个，这一定有。